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们上山来摘那个藤茶，老姐说这边有很多竹笋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她过来找了。哪里？你看这里，这里，这里有还有这个呢，看到没有？看到还有这个呢。哦，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竹笋呢。啊，花花的，相当于有点不良。很多啊，这里面。我那是在那摘，不是这种。不是。但是现在还有点短，你看这个有点长了，拔上来看看一下啊，这样子的花竹笋，咦，里面好多短短的哟，老肿乱尖尖的，这就有，烟台永远就没了，老尖了，没好多罗江了，罗江了，阿妈，松鼠啊，哦，那我竹笋，这个不能吃吧，拔起来浪费，不拔，我踩到了。我的天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两个在一起。来，这个竹笋我从来没有摘过。我长这么大的第一次见到这种竹笋。这样子的竹笋。这种。看到没有？挺好花的，我们像一条虫一样的。我们上次摘不是这样子啊。不是，上次它那种绿绿的，它这个是一条黄色的。这两个路边很多，就是那种短短的，我。你看这里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你看，哇塞，六个，长长的，就是啊，六个长长的，你看，六个长长的在这里，哪里啊？六个，有，哎呦，骗你干嘛？我骗你吗？你以为那我喜欢骗人吗？六个够一餐了，跟你说，来。哇，真的，我刚刚才路过的。看到。你看，戴着眼镜都找不到，你看你。哎，你看，我都把它踩断了，你。哇，踩断那么多个！哇，这三个都踩断了，我的天哪，你这个人。五个了，本来这里。这被踩断了，长一半了，一个。对啊。都被我踩断，还有一个，不，哎，又有虫，吓死我，吓死人！这个千毒虫啊，还是什么？我们就在这个范围，这里一共就是有20平方，有没有？20个平方的地方，有。就在这里翻来翻去，走过来没有，走过去又发现了。哎，这路上还有很多小小的，那也太多了，有时候不小心走路就踩到了。你看我拔一个好大，这个，哇，真的很大哦。这个笋子叫什么笋呢？朋友们知不知道？因为我这个是第一回摘这种笋子，我们都不知道叫啥笋子，只知道可以吃的。很漂亮啊，这个笋子。花花的。说是这种笋子很好吃。拿回家尝尝就知道了。拿什么绑啊？滑溜溜的，拿衣服装。你拿个那个等着，下面。回家尝一下。看看啥味道，甜不甜？30多岁了还没有吃过这个笋子，还第一次见到，还吃过呢。第一次见到这个笋子，咬肉里有个那么长，咬不要往这张来。你看啊，哎，冷得咬骨啊，像它咬两三牙条的，都不能看到，那把那把都被骨咬的。哎，三把就都咬三把碎，冷得太好了。来得人那个，够炖出来。过一天就可以了，这个也要过几天来摘。那很热，短短的好多，舍不得走。东瞧瞧，西瞧瞧。走了。哎呦，这个踩了。别走了，这里走，回去。太短了。我去炒笋子了，再看一下啊。有，一人三把。我的还小一点吧。烫不烫？有点温了。烫，我给你拿。
哎呀，那么多鳍干嘛你？快！哎呀，好吃啊！今晚就炒笋子吃，笋子炒回锅肉。以前我们喜欢拿来煮那个煮饭吃，放给米饭一煮，煮稀饭，竹笋稀饭。这个竹子把它拍碎，拍碎炒起来才有味道。因为这个竹子啊很嫩嘛，它实心的，很硬，把它拍碎拍碎。对呀。弄干，弄干，弄干，弄好，弄干嘛？喂喂，不倒累，都掉，都掉，真麻烦喂喂，真的，哎嘿啊，呼呼，哎嘿，太美太美太美，阿爸在哪？阿妈妈妈呢？过没慢呢？干也没，啊，啊，哎嘿，也跳那点子呀。那就压套路了。嘿嘿，嘿嘿，不行，没头呢。好厉害，没头管呢，那他，没头管呢，那他，啊，不了。压吧，压吧。你动哪？压。那咱你动哪？你动哪哪？这个竹笋第一次吃。我真的是第一次吃，哎哎，娃娃，过一下水吧。咱都能给嘛？你不用，现在他忙了，没干那没干那没。那刚才他做过鉴定了，过好了，不用了，这。娘，那娘娘，但是什么东西在油样了？什么是油样？这个油不能放多。为什么不能放多啊？因为它贵吗？嗯。开始炒竹笋了啊！热锅热油，再放菜。来，就等锅里面那个泡沫消掉了，再把这个菜放进去炒。就熟吗？熟了，我们焖干了。一眨眼的功夫就熟，等下麻丢一个跟你说。我已经煮过水了，那个笋子，知道吧？就不得这竹笋会不会麻？有没有尝点？没有，没有给你尝。这么烫怎么尝？等下麻嘴巴肿肿的，咋办？我也不会，不至于。哦，对，菜，热菜吃就好了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啊。哦。快吃肉肉。哦，吃肉肉啊。哦，啷个炖的拿来了？拿竹笋来，嗯，冻干，再冻一块嘛，一条鸭带一块。听哪没？听哪没？哎呀，你辣椒能不能拿？差不多的味道，很香吗？香。你那南高温炸的啊，那你差不多的味道。就我们家，我们家，我们家。
了。